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胖饺子的频道。这期视频呢是一个沉浸式化妆，就是一刀未剪，看我用画完整个全脸的妆容是要多久。我们先来上 primer 是 N1X 的，我会把所有的产品信息打在信息栏里，就不打在屏幕上方了。然后说一下我的肤质，我的肤质最近不太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嘴起了泡，然后有起痘，然后有黑黑的痘印，然后有泛红，有斑，然后有大毛孔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的肤质。现在夏天特别热，是今天有36度，上完 primer 就稍微要让它吸收一下，然后呢我们就来上粉底。湿的美妆蛋，现在开始拍开。你们画一个整脸全妆需要多久呢？我从来没有计算过我画全妆是需要多久。今天呢，就来看一下一刀未剪这个视频，从 primer 一直到最后全妆到底需要多长时间。底妆需要花费了挺久的时间，底妆一定要上到服帖，其他的妆容在面部才会更好的呈现。发现有黑眼圈很严重，所以说遮瑕也是必不可少的。
我超大罐的定妆粉 Fenty Beauty 的超大罐，到现在才用了三分之一，我估计两年也用不完了。我一般定妆粉定妆全脸，一般是左脸、右脸、额头和下巴唇部，就是连带鼻子，就是全脸定妆，夏天必不可少。但是这个 Fenty Beauty 的定妆粉个人感觉其实效果不是很好，就是定妆的效果，八小时之后该脱妆的应该也还是会脱妆。腮红特别上色，你们用的时候也要小心，但是夏天嘛，脸上稍微绯红一点，红的多一点是没关系的，会犹如晒的热的绯红的样子。最近一直在用这个口红，是 YSL 的小金条1966，
一直在用，因为它断了，尤其是现在夏天它特别容易断，就是不太好掌控，我每次都是转出来一点点。不过呢，这个颜色特别好，夏天来就是特别给人一种有气质有活力的感觉，这个颜色还显白，所以说我在考虑这个1966要不要再买一个。用的是斐森森 Formula 家的眉笔，是我当时做过斐森森 Formula 家的品牌上妆时候买的，然后每一根都要给它用完。画眉毛大家就不要学我了。
夹好睫毛，我们来上睫毛打底。睫毛打底，如果日常妆容，快速上班不画睫毛打底的话，会又能省下几分钟。所以说我个人感觉，如果上一个全妆，是一个日常上班的妆容的一个全妆的话，最多也就是20分钟结束。你们的上班妆容都是多久呢？完事儿，我们整理一下头发，短头发就是好，随便捋一下就好了。这个镜头还晃了呢，给大家仔细看一下，这个底妆好像是不太好，就是显得有毛孔，而且下巴起痘，还有就是我的最近肤况也不太好，好吧。喜欢这支视频的小伙伴们，记得点赞加订阅，拜拜。